这个东西前年就通了，原来有时有不是那么大的路，比如说就原来是我们那个路也是没那么好，还有就我们整个园区里面也没公路，之前就是全是土路嘛，还有草莓本来就是要有个桶里面要装进装了以后就拉到山上去，比如说有些就是土路上面的话，就那个容易坏，所以现在修路以后就路也平嘛，就是反正坏的更少，就那边卖的时候也是好卖。